这甘蔗苗抽的好漂亮，这个薄膜全部都给它拆掉。呀，种这个甘蔗的时候，大洋还笑话我不行呢。你看，这个苗抽的可漂亮了。这一个甘蔗苗啊，就是一个甘蔗。哇，这个有六个，全部给它粘成一节一节的。还有的地方没有出甘蔗苗，但没事，我们也不能浪费，就留着回去给大洋吃。哎，这一个甘蔗一车远。这样子塞进去就行了。种植一小片甘蔗，今年就不用买甘蔗了哦。我们把这个甘蔗洗一下，等不及了，我先来尝一尝。哎呀，不能吃不能吃，哎呀，一股涩味不能吃。哎呀，这哪个给我打电话？哎，表哥，表哥干嘛呢？旁边。嗯。这朋友来了，然后带他们去吃烤全羊，然后你也来。管管管。好嘞好嘞好嘞，行，好，那我马上到，马上到。干着不吃了，我们今天去吃烤全羊了，走走走。呀，表哥又有好吃的，就想到我，哎呦我的乖，有点小激动了。一个大老先生都要搓出来了，等着吃羊呢，你来干嘛？还怪积极的哈！你来蹭饭，你什么都不带，你带不带？我还带一朵花来，我表哥呢？在那烤着了，你去吧。我去看看。咦，表哥，马上就闻到香味了，来，送你一朵花。冲向。没得这个烤全羊香，这个烤全羊烤的不老。那是的，我都看一下午了，就把烤糊子了。大羊看看跑着了。你指望他？你指望他能喝西北风吗？表哥，你去休息会。这个烤全羊交给我了。好，你去接朋友吧。快烤糊子了，好，我去接下朋友。哇，都被烤得滋滋冒油了，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吃它了。哇，这块有个大秤，来称称我的体重。哇塞，我居然瘦了！今天这个烤全羊可以敞开肚皮吃了。哇，烤好了，哇，出炉了，真香，流口水。哇，都烤得骨肉分离了。注意那个扣也不要递上去了。啊，放心，我有个数。你看这骨头和肉都被烤得分开了，看还在冒油呢。哇，看着就想啃两口。哎，旁边烤好了。烤嘞。走，你去站站，躲躲。管劲嘞。哎，慢点啊、哦。哎呀，这烤全羊已经烤好了，但是羊杂汤也是一道美味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哇塞，烧了满满一大锅的羊杂汤，今天晚上能喝过瘾了。哎，还有肉啊！哎呀，上面还沾上了一点小肉，不能浪费，不能浪费。哇，好香！嗯，太美味了。哎，我刚看他们订了一块肉，没怎么了，哪吃到了？还有大洋还在那块想美食嘞，没得辣都没有吃过了。我家里呢，现在看是有块肉嘞。旁边，来一个。不好吧？哎，没事。啊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好。你怎么都先吃上了？啊？表哥给我吃的。我烤了一下午，他也没给我吃。还是你做的不到位。哎。来了，还要我喂你们？哎啊，有点烫啊，嗯，好烫。是吧？嗯，倒霉啊。嗯。哇，真香！上菜喽！哎呦，哎呀，上菜喽，吃饭喽！全吃完了。哎呀，这边，走走走走，快快坐，里面坐，来。表哥今天请客的客人比较多，我就站着吃了，站着吃吃的多。哎呀，来给我倒一个，先走先走，可以了可以了。哎，你看坐着吃。哎呀，我不坐，我已经倒了倒了，吃的多。哎，我给你倒。来了吗？哇，表哥你太客气了，给我这么这么大一块。这多多吃点。哇哇，哇，诱人。啊，是我喜欢的调调。哇，这个气氛让我想到了小时候，大人在那里坐着，我们小孩就在边上叨着菜。
吃羊杂汤让我想念已久了，我得今天多吃两碗。嗯，能。红梅，今天委屈你了，今天人太多了，让你坐这里吃。表哥，你这话就接完了，我吃的好样的，饱饱的。你心里都过意不去。我去找咱怎么？啊，我能吃饱，你放心，我从来不客气的。那我去了。管管管。好。羊杂汤喝的好暖和。哇，这个老板在里面蒸肉的这个米饭好吃，多盛一点。我感觉这样吃啊，比吃大鱼大肉都过瘾。嗯，舒服。哎，吃的浑身都冒汗了。哇，吃的我鼻尖都冒汗了，这是我吃的第二碗，啊，真舒服。啊，剩一些羊肉，我给它打包回家明天吃。大家一定要记得按时吃饭喽！喜欢我的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糟了！哎，你好！这么快怎么还整那么小心呢？砰砰砰！跟赛车漂移似的。哎，让哪个男的就那么重吗？那男的跟我那卡个头上，这样担子刚刚好。哎呦，你这人还……哎呀，结的还不少。你看这一大片都是我种的蚕豆，这只上面结的蚕豆多。哎呀，你看。这蚕豆一会儿功夫都摘了这么多，打那个筐里叫你干死你就透了。这桃子能吃了，这个蚕豆旧的跟么，老了炒着吃差不多，这回去怎么吃？哪个讲的？这个蚕豆嫩，回去烧个烫，揪个手抓饼吃，不要太香。做什么馅的手抓饼？哎呀，做个梅干菜肉的。这个馅的手抓饼我都吃够了，能不能整个豪横一点呢？管，马上回来给你做个豪横版的，快揪。好，差不多了吧？这么多了，吃点再揪吧。管，这么多，差不多有十来斤了，差不多了，走回家。快点看，不走走了！快点看！等我喊，我走走了。等我喊！哎呦，又是小大爷，也把人套路出来。我发现个好东西，哇，便宜我了！哎嘿，好大的心思，好红啊！才给你。嗯，哎，有点酸，有点甜，还怪好吃的。你们心都是黄的，嗯，好吃，回家。把蚕豆给它剥了，我给你做好厚满的手抓饼，那最后一个给你吃了。哎呀，行啊，嗯，哎呀，嗯，好酸，嗯。剥这个豆子啊，让我想起了一首诗：煮豆燃豆萁，豆在釜中泣。哟，会，后面两句忘了，不好意思。这一层豆皮啊，也给它剥掉。这是我买的熟食龙虾尾，全部都给倒在碗里。我们把这个虾尾全部都给它剥出来，你看这个肉轻轻一转就出来了。这龙虾尾吃起来可香了，我先来一大口。嗯，好充实。嗯，哇，这紧剥不够，我吃了一口就没了。哎呀，虾肉还挺好吃的嘛，我也来一个。哎，别吃了，更好吃的还在后面呢。你看你，去把那个牛年，嗯，搁那剥着的。嗯，这大洋有的时候比我还惨。真小气，下回肉都不给我吃。哎，哇塞，这牛年闻起来好香啊。嗯，给我吃这个龙虾尾没事，那我就吃这个牛年肉。嗯，香，我得再来一块这个大的，哇，过瘾。大人都在外凑吃的，没有啊，再少一块我再找你呢。这么大一根榴莲就不这一点肉？这个刚才这肉太少了，我真没凑吃。你看你都有凑吃的都有痕迹，还想没凑吃？算了，不跟你计较，就做手抓饼。把这牛年盒取出来，把牛年肉给它压碎，这盒上面还钉了一点肉，也不能浪费。嗯，香香的。嗯，全便宜我了。拿出我们这手抓饼皮登场，先来一层芝士碎，再铺上一层牛年，再放
放入我们的龙虾肉，再铺上一层手抓饼，两边给它按紧实了，再用叉子给它压出纹路，打两个鸡蛋，蛋清和蛋黄和分离，抹上一层蛋黄液，尽量给它刷均匀了，拿一点黑芝麻全部撒在上面，这样就搞定了，放在烤箱开烤，走，上下管200度，给它烤15分钟。哇塞，香气飘飘，哇塞，看到我都流口水了，先把它切开，哇，这色泽被烤得金黄，我等不及了，先来一块。哇，哎呦，瞧我手烫这个功夫你都吃上了，我先自己炒上咸蛋还吃不了，哎呀，我得先来一块。哇塞，里面都是肉，闻起来就怪香的了，怎么样，这好吃吧？嗯，还不错。还有，来，那个什么人跟你讲，哎呦，再来一块，再来一块，以后要听话，可知道？想吃什么就跟我讲，没有不会做的。哎呀，你膨胀了。哎呦，这不行，改天我再给你做个牛年红烧肉给你尝尝。算了，我妈牛年红烧肉我不会小时候给你尝。我还得再来一块。我热汤烧的不了。这种碗好不好喝就完事了。这么好喝，从来没这样吃过这么高配的手抓饼。哇塞，你看这个龙虾肉都能够看得到。哎呀，便宜了，我不吃了。好了，大家一定要记得按时吃饭，想要就关注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谢谢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方贝。看，这块牛肉花了我30块钱，好贵啊。左边终于吃上嘴了，香，再尝块牛肉，这样做牛肉也熟了，还紧张，脑也开动了。哇，酸酸辣辣的，特别贵。哎，现在有点烫。
这样做出来牛肉鲜嫩多汁，嗯，特别好。一般别人吃牛肉都是三分熟、五分熟、七分熟的，我这个牛肉也不知道是几分熟的，但是就是挺好吃的。牛肉太贵了，只能偶尔吃一次。哇，美味！哎呀，不怕大家笑话，我到现在还没有吃过一次牛排呢，也不知道牛排是什么味道，好不好吃。哎呦，这顿饭吃的真是过瘾啊！哎，今天的旁边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陈说美食就关注我吧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